两张单人床设备一应俱全，简单装潢相当朴实。这是台湾羽球代表队迎战冬奥下榻的饭店。世界球后戴资颖发现洞报平安，不过网友却歪楼直呼看起来怎么这么寒酸。照片一出引发论战，包含艺人黄小柔也在脸书贴文直指这是台湾之光住宿，又不是三天两夜自助旅行。艺人李毅也发文心疼体育选手没办法被重视，更炮轰中华奥会跟体育署真的很恶心。有网友把各国选手住宿饭店拿出来比一比，台湾选手入住评价 3.3 颗星的马罗德饭店，中国代表队下榻坐拥海景四星级大吉王子饭店，乌干达选手则入住星域酒店，直呼实在差很大。不过其实入住马洛德酒店体育署早在2019年就已经选定，因为距离比赛场地只要10分钟车程，是距离场馆最近的饭店，评估最适合选手下榻。冬奥万众瞩目，但是代表台湾出阵的选手们包机座位变成经济舱，引发国人众怒。如今住宿和餐食曝光，也让民众热烈讨论。